大家好，我是一名对外汉语老师，你们可以叫我朱江，也可以叫我 Peter。 If you got it, your Chinese is not bad。 我在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从事了8年的专职教育培训工作，有丰富的教学经验。这是我取得的 IPA 颁发的高级对外汉语教师证书。我的教学特点是，我会先了解学生的学习目的，结合他们的兴趣爱好，来制定我们的学习计划，再利用情景教学的方式，把学习的任务分解到不同的场景中进行呈现，来加深大家的印象。在我的课堂上，我会运用到不同的道具，让课堂变得生动活泼。我们会做大量的练习，课后我们也会有专项的复习，来加深同学们的印象，做到温故而知新。如果你想提高你的中文口语、听力、阅读和商务中文，都可以联系我，我是 Peter 朱。